我是蔡太子，最近工作过于饱和。我是蔡太子，最近工作过于饱和。我是蔡太子，最近工作过于饱和。咱们动画的播放最近不太行啊。咱们动画的播放最近不太行啊。咱们动画的播放最近不太行啊。我在考虑和其他 IP 搞搞合作。我在考虑和其他 IP 搞搞合作。我在考虑和其他 IP 搞搞合作。我们这点播放量又这么抠门，谁跟我们合作呀？我们这点播放量又这么抠门，谁跟我们合作呀？我们这点播放量又这么抠门，谁跟我们合作呀？为此，我特意批了一批经费，有这个数。为此，我特意批了一批经费，有这个数。为此，我特意批了一笔经费，有这个数。50万，500万。总之，这件事全权由你负责了。总之，这件事全权由你负责了。哦耶！5000。先下班好好睡一觉，养好精神才能克服困难。先下班好好睡一觉，养好精神才能克服困难。你好，请问是小萌神蔡蔡子吗？你好，请问是小萌神蔡蔡子吗？这声音难道你是苏墨婷？听说你想要找人合作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啊？我身边多少有点神仙朋友，消息还算灵通。好呀，这么顺利。蔡蔡子，该起床了。快醒醒！蔡蔡子，该起床了，快醒醒！今天还要去拜访合作方。好强的气息！你好啊，王丽同学在吗？我是来谈合作的。感觉不
子试试，敢说个不子试试，敢说个不子试试。好的好的，一定全力配合。好的好的，一定全力配合。好的好的，一定全力配合。哈哈，这么顺利，哈哈，这么顺利，哈哈，这么顺利。大太子又该起床了，为什么我要说又？大太子又该起床了，为什么我要说又？菜菜子又该起床了，为什么我要说又？终于逮到你喽！终于逮到你喽！终于逮到你喽！你以为我很闲啊？我是那种招自己来的人咩？你以为我很闲啊？我是那种招自己来的人咩？你以为我很闲啊？我是那种招之即来的人吗？我们经费只有5000块，你不想合作也不意外。我们经费只有5000块，你不想合作也不意外。我们经费只有5000块，你不想合作也不意外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老板下次有钱早点说啊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老板下次有钱早点说啊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老板下次有钱早点说啊。很高兴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，很高兴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，很高兴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。果然又是做梦，果然又是做梦，果然又是做梦。工作那么卷，老板那么坑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不干了。工作那么卷，老板那么坑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不干了。工作那么卷，老板那么抠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不干了。菜菜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菜菜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菜菜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快点叫醒我，快点叫醒我。快点叫醒我，快点叫醒我。快点叫醒我，快点叫醒我。没法叫醒你啊，这不是梦啊。没法叫醒你啊，这不是梦啊。没法叫醒你啊，这不是梦啊。我是菜菜子，最近工作过于饱和。咱们动画的播放最近不太行啊，我在考虑和其他 IP 搞搞合作。我们这点播放量又这么抠门，谁跟我们合作呀？为此我特意批了一批经费，有这个数。50万，500万。总之这件事全权由你负责了。哦耶。先下班好好睡一觉，养好精神才能克服困难。你好，请问是小毛神菜菜子吗？这声音，难道你是苏墨婷？听说你想要找人合作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啊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身边多少有点神仙朋友，消息还算灵通。好呀好呀，
起床了，快醒醒，今天还要去拜访合作方。好强的气息。你好啊，王毅同学在吗？我是来谈合作的。赶紧说说步子试试。好的好的，一定全力配合。哈哈，这么顺利。大太子又该起床了。为什么我要说又？终于逮到你了。你以为我很闲？我是那种招自己来的人吗？我们经费只有5000块，你不想合作也不意外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老板，下次有钱早点说啊。很高兴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。果然又是做梦。老板那么坑，说的就是你，我不干了。蔡蔡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快点叫醒我，快点叫醒我！没法叫醒你啊，这不是梦啊！